为着鼓励长辈走出家门，参与合适的课程，新港乐龄中心启动社区拓展计划，即个是来到海尾社区来开设乐龄环保大吉个课程，透过水桶顶工具来演奏一首台湾的歌谣，接触台湾话头脑，透过制造的大吉来训练高龄者双手甲目睭的协调甲反应。音乐一落，新港海尾社区的长辈跟着老师的口令开始练习。新港乐龄中心拓展计划即个来到海尾社区，开始环保大吉个课程，由老师带领长辈骑着猪叉裤来讲水桶，讲出快乐的节奏。我们使用的器具就是随手可得的环保乐器，比如说塑胶桶，然后有些鼓棒也是自制的卫生筷子，对，然后让他们在家里也可以自己练习，这样活到老学到老啊，这样子让大家活动筋骨啊，也很开心。那在家平常在家就是耍孙嘛，难得晚上有时间好，可以跟那个大家同年同城的哈，这样子一起玩音乐、敲锣打鼓，很棒。社区办的活动很棒。姚顺龙老师指出，因为社区大部分的长辈都无接触过打击乐，所以特别选择这条时段较实施的台湾歌谣《四季风》来演奏。一开始也用了真侪时间来训练长辈这首歌，最后找到拍布了后，表演就愈来愈顺利。台北村长黄建达、新港乡民代表林明宏也做伙加入乐龄合奏的行列，来带领啊我们社区的长辈，利用很简单的随手可得的乐器，透过这个音乐律动哈、来、让我们的那个身心啊四肢坐着就可以运动，让我们海尾社区的老人。就是一些长辈可以有多一点的运动，现在透过这个打击乐用环保又可以运动。我们深港乐龄学习中心办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然后透过环保的打击乐，然后让长辈们啊他们有一个可以活动，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活络社区的活动。感谢深港乡公所的用心。为了鼓励长辈拥有参与学习活动，深港乐龄中心除了在本部有固定的课程以外，也无定期到社区开办拓展计划，让师大会当就近参与乐龄学习活动，达到活化老化的目标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深港采访报道。